来，同心大家好吼，今仔咱来讲一个主题啦吼，无啦，啊这吼，就我讲，这个吼，这我们这个主题啊，有一点敏感，哦，有一点敏感，但是咱嘛爱想讲吼，咱拢明明知影吼，美军实际上伫占领咱亚洲，吼，主要是咱东北啊，即个你包括规个日本，吼，这个南韩。甲咱台湾，即咱知，但是吼，咱就想讲奇怪，啊，即个美军啊，拢无浮出头啊，尤其是台湾，即七十年吼，美军敢若牛仔囝咧，拢咪后壁，咪咧中华民国后壁，吼，啊，即个一定有一个原因诶嘛，吼，啊，我今日就举一些例子啦吼，我们做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吼，那。美军讲宣布讲，伊伫占领台湾的时阵，你甲想会发生啥物情形？这就是今我要讲，伊唔敢浮出来台湾的原因啦。因为吼，咱台湾甲中国，吼，诶，问题拢爱美军出面出来解决。今日要解决台湾问题，背后佫有中国问题。所以吼，因为美军若想到你即个中国甲台湾咯，哦，我讲是吼。你若讲真正知影头甲尾所有代志人，我来讲一个代志，你若是美军，你真正唔敢出来，你真正唔敢出来面对，哦，所以吼，哦，这个美军为什么拢避在这个台湾的后边，避在这个中华民国台湾的后边，那是背后有原因的啦。哦，今日我就是要甲这个吼，哦，这个人传人讲的吼，这个纸糊的窗户甲弄破。到底伊为什么唔敢浮出来？伊唔敢浮出来是因为安怎？有伊个原因啊？什么个原因？因为伊爱负责任啦。因为美军爱对这个台湾，尤其是台湾，吼，哦，爱负责任，啊，佮中国伊嘛爱负责任。哦，主要是台湾他要负，就是主要的责任。这個，美军主要爱负个责任，啊，佮中国。中国嘛，佫有一挂问题需要美军出来面对，所以吼，因为美军也想到你这亚洲的问题吼，你尤其是中国甲台湾哦，伊就讲是伊嘛海头嘞，我讲实在伊嘛海头嘞。其实我今日我家己讲了了，我若美军，我真正唔敢出头。我讲实在话，我系美后边，所以吼，我今日就讲这个美军来敢那古阿囝同款，毕业这个中华民国的后边，哦。啊！啲吼人吼，即个中华民国台湾即个家里人啊，即一定有原因的嘛。哦，即一定，所以咱今日讲，伊为什么敢那古阿囝同款，你都知影伊伫讲，但是伊都一直拢请代理啦，伊唔敢出来面对啦。啊！你若要去告即个中华民国政府无效，你知影意思无？哦，你甲告嘛无效。啊！伊讲的啊，即个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既定事实啊，你来甲告嘛无啊？准讲你知影台湾的国际地位你有问题，你去告中华民国的即个法院敢有效？你去告伊行政立法司法敢有效？无效啊！为什么？因为这假的啊！这假的你要哪告？但是那美军一浮出来了以后，大家拢歪去告政府，拢会全部去告美军。我吼今仔就是要讲这个问题。你包括中国甲台湾的人，足侪人拢要告美军的。嘿，足侪人要告美军，我今仔就要讲这個，所以伊唔敢浮出头是，是我来讲，因为有原因的啦。真正哦，伊真正唔敢浮出头。我若讲我今日是美军，我可能就藏起来，啊无就安尼吧，啊无变安怎？哦，啊，但是咱嘛要讲一个问题吼，解铃人须系铃人。这个中国问题甲台湾问题上后尾嘛是爱美军出面才有解，因为吼，我著讲吼，我感觉美军去请一个人吼，甲一个。做自己处理中国问题、甲台湾问题，即变较惊，遮尔啊大个问题。啥物人你知影无？蒋介石甲伊个国民党。我著讲个哦，人你讲哦，台湾人拢会讲啊，请鬼摕药单啦，请鬼摕药单就是讲美军请蒋介石甲国民党一帮人。啊，伫个中国甲台湾为非参坐了以后，你知影哦，造成足济即个中国甲台湾个问题啊。哦啊，所以吼，这个因为吼，后尾东窗事发，蒋介石的国民党伫中国帮伊啊，啊，只要走路来台湾了以后，伊
这个蒋介石甲国民党同款，搁伫中国做诶代志，搁伫台湾我做一件，哎呀死啊！我甲你讲，哦，我甲讲诶讲咯，人你讲诶请鬼摕药单，就是你讲美军请国民党诶蒋介石因即帮人来处理中国问题甲台湾问题了以后，所产生搁较大诶问题，你知无？啊，变作讲哦，这个美因为哦，后尾规个拢瘪空，所以。高不离三种美国只有美了后边，做牛仔仔，因为这个问题嘛无在了解决，所以你来看哦，阿拉啊，逐天拢在找美军的麻烦，就是伫咧遮啦。他们也要找一个公道。我咧讲哦，人讲迄个请鬼摕药单讲的即句话就是这个意思。人要找，人要找美军爱一个公道啦。啊，即摆因为哦，美军嘛知影大家拢在找伊，所以伊较紧避起来。你知影哦，较紧避嘅，避咧后边啊，避咧中华民国台湾后边啊，啊你指挥，你知影无？哦，你知影无？我咧讲你就听有啊，因为美军要闪躲他的责任啦，要闪他的责任。我讲这个战争是无在了闪的，准你讲闪一时，你嘛无得闪哦，哦闪哦闪哦一闪一世人，你讲闪一个，但是你无可能哦，讲这个问题伊家己会好，无可能的代志。哦，啊，人讲的你哦，这个问题是啥物人造成的，你就爱来甲处理掉。哦，我讲哦，元凶就是蒋介石甲伊国民党。我甲你讲哦，今日美国伫亚洲会遮尔啊惨，就是蒋介石甲国民党甲伊拖落去。我认为吼，这个蒋介石的国民党是要来害美国，故意要甲美国救落，你知无？要甲救落水的啦。哦，我先加入你，再来反对你，再来害你，你知意思无？所以国民党当伊当初加入美国，是因为安怎？伊要来害美国的啦，你知影无？伊故意要来害美国，甲咱同款，即卖人中国去走美国，甲放毒同款啦。嘿啦，我故意要来甲你害的啦。啊，这个蒋介石的国民党吼，伊就是要来甲美国害的啦，要甲拖落水的啦。所以我讲吼，蒋介石国民党这帮人，我感觉足该死的。伊造成中国的问题，佮造成台湾的问题，即摆佮造成美国的问题，即、這个千界万千界万计的就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我今日就要讲这個，我甲做所有的历史的研究完之后，蒋介石的国民党该死啊，足该死的啊！伊害中国人足惨的，嘛害咱台湾人足惨的，嘛害美国足惨的。所以吼、哦，咱这个美国、台湾甲中国爱联合起来，甲这批中国人内底上傲大的人甲处理掉。这人是足该死，尤其是蒋介石国民党这帮人。我等下讲你就知。我讲我咧讲话无白讲，我咧研究这所有历史啊，研究起来，哎呦，逐项拢甲蒋，迄一寡上歹拢甲蒋介石国民党有关系，哎，拢有关系。嘿，八九不离十，吼、哦，骗，逐项歹代志，哎、欸，奇怪，因那拢，逐项拢差不着啊，跟咱拢介有关系安尼啊，哦，所以我今日就要讲这個，等下我一讲你就，哦，知影讲哦，原来是安尼，所以美国嘛，美咧后边，伊吼，即马嘛唔敢出来面对这个问题，哦，啊，这个问题我感觉上好就是讲，上军事我顶处理掉，啊，无变安怎，叫法律甲处理掉，蒋介石国民党处理掉。哦，这个时代做甲足歹，咱讲实在话。哦啊，但是美国爱主动去处理这个问题，蒋介石的国民党，迄做甲足歹。我讲实在话，即搭咱规个遮吼，台湾甲中国安尼会乱，你包括规个东北也会乱，拢甲蒋介石的国民党拢有关系。你看是拢唔知啊？这个蒋介石的国民党哦，我讲是。中国人内底上歹的一批人，最下三滥的一批人就是国民党。国民党这一批人是中国人不要的。你看伊乱乱的，连共产党都不要的国民党，你看那国民党乱乱的，好啊。啊，人讲的种哦，这个请鬼摕药单，就是讲美国去请蒋介石国民党一帮人啦，啊，甲这个中国人害，搁甲台湾人害。啊嘛，甲美国拖落水的拢伊，
咱讲一个实话啦吼，咱这个美国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呐吼，人吼帮迄个中国人对日抗战。你讲对日抗战为什么赢？你知无？哦，对日抗战的赢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甲日本伫太平洋界规个舰队拢甲歼灭，啊，佫啊牵两粒原子炸弹落，实际上是美军拍赢日本的。无伫咧中国战场头顶哦，共产党甲国民党叫日本人压咧拍。你若无美军出手哦，我甲你讲哦，你中国绝对叫日本甲你殖民，100%。中国人迄种后兵啊，对日本的皇军咧是无动的。我讲实在话啦，迄文书迄若佫真正佫慢一个五年内哦，中国规个拢沦陷。迄是讲因为有美军。哦，打赢日本，咱讲实在话，日本是输予美军的，不是输予中国。哦，所以这个对日抗战的打赢的原因，主要是美国出手打赢。哦，这点我相信大家拢无问题。你若读过正港的历史来甲看的时阵，美国承担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差不多敌人啊，这个日本战场遮哦。以前要付90%的资金，拢伊拍赢。啊，这个剩的这蒙古、英国啦，啊，这个、迄、那个一寡中国因出来啦，无甲10%啦，90%的战争拢是美军哦，伫咧咱太平洋战场上顶独立完成，90%拢伊拍。哦，所以这个对日抗战的拍赢，实际上是美军拍赢。哦。这点你若读过正港的历史来甲看，你会感觉啊，安尼传安尼是对，人是美军拍的。哦，啊，当然，剩的拢有倒拍着，你传苏联甲上后尾嘛来报道。哦，啊，这个当然国民党甲共产党嘛倒拍着，但是拢拍输啊，伊也拍赢啊。啊，当然，这个英国甲法国、荷兰这些国家有出一点啊人，但是迄拢微乎其微啊。主力就是伫个美军啦，即90%规个太平洋战争会拍赢，90%拢美军拍呀。哦，所以即个主要占领全国是美军，这是无问题。伫个迄个时阵，大家认定讲啊，即场个战争个功劳拢规个拢美军拍。所以迄个时阵，中国人是足感谢美国个呢。咱讲实在话，迄个时阵普遍个中国人是真感谢美国。拄啊战后，拄啊即个美军拄啊拍赢时阵，中国人是足欢喜的。对日抗战，哦，阮赢啦！啊，阮赢是啥物款原因？是美军甲日本拍败，啊，所以因中国人感觉日本人要走，啊，所以因讲因拍赢，因为日本要走。哦，我咧讲你听无？所以迄个时阵吼，中国人是真感谢美国，迄时。美国甲这个中国的感情还阁袂歹，咱讲实在话，吼啊！奇怪，咱忽然间这个中国甲美国今个感情变甲遮歹，当然有足侪原因个啦吼。其中一个真大个原因就是蒋介石国民党，吼啊！因为迄个时阵对日抗战的时阵吼，迄个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就想讲，安尼我伫。亚洲爱找迄个什么，迄一个代理，啊，我爱找一个敢那吼，人讲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伊迄时阵就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哦，予伊美元，哦，啊，请国民党对日抗战，所以这个蒋介石的国民党的对日抗战背后的基础是，什么人来做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下的命令，伊予伊美元。啊，请蒋介石甲国民党哦，你哦对日抗战，你甲日本人，我知影你拍赢啊，但是你甲伊卡烂掉，你知影意思无？哦，甲这个日本的军队拢甲拖咧中国战场头顶，啊，剩咧太平洋只剩咧哦，我来处理，我美军来处理，你尽量甲拖掉，你伫中国战场甲日本的军队拢甲拖掉，互伊的主力哦，拢伫咧中国头顶，甲你伫遐闹，无要紧，你拍赢啊，拢无要紧，我知影你拍赢啊，但是你要甲卡拖掉。你甲拖喺度好啊！哦，啊伊，你伫中国战场甲日本的军队拖喺，啊，
你哦，剩的力量就较少啊！我美国我来收，我来吼、哦，我来吼、哦，这个拍太平洋战场这搭就加较简单。啊，你伫中国战场哦，你较应该日本的军队甲拖的。哦，啊，当然，迄个时阵是安尼配合的啦。所以，这个蒋介石的国民党就是甲美国安尼配合起来。啊，所以迄个时阵，蒋介石的国民党甲美军啥物关系？迄伊的雇佣军啦、啊。人讲的你也听无，这个美国饲的狗啦。蒋介石的国民党就是美军饲的狗。啊，人这个毛泽东就讲啊，这都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啊。哦，啊，这嘛有影的嘛。哦，所以人咧讲迄个国台办马晓光人。因伫讲讲是国民党诶政府走来台湾，阮中国政府阮也无走啊。啊，但是咱嘛讲一个实话吼，迄拄啊对日抗战拄啊了时，中国人民是真感谢美国诶，咱讲实在话哦。但是吼，奈吼忽然间，即个中国甲美国规个感情拢变歹。啊，一个原因，蒋介石诶国民党，然后罗斯福甲。麦克阿瑟，因为那时罗斯福死了，啊，这些事情都交给什么人？交给麦克阿瑟去处理。啊，这个麦克阿瑟就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叫蒋介石去占领中国跟台湾。哦，啊，跟他的国民党，啊，这个国民党是什么人设立的？蒋介石，所以他是蒋介石的国民党。但是吼，伫迄个时阵吼，迄、那个伫个罗斯福甲蒋介石因伫讲的时阵讲吼，然后吼，恁中国有一个国家叫做即个中华民国，有一个中华民国。啊，即、這个中华民国吼，恁哦，然后恁中国人家己去讲，我美国会甲恁赞声，而且你阁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哦，你战后有一个中华民国，你这个中华民国是我美国，我给你保证，因为你对日抗战成功。哦，所以我讲哦，蒋介石哈加入美国对日抗战，那是因为讲美国总统有给因一个什么，算讲有给因一个算讲报酬啦。哦，算讲有一个 bonus 啊，什么 bonus 呢？哦。你这哪有一个中华民国？我美国，我给你保证。哦，啊，你讲是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伊甲蒋介石应该派人答应，讲恁这哪，恁哦，这个中国，恁是恁中国人的，我美国给恁保证。哦，啊，就是因为安尼，所以这哪中国人在一开始的时阵是真感谢美国，咱讲实在话。嘿，奇怪，安内即个中国甲美国迄个时阵感情袂歹，安内忽然间规个中国甲美国感情遮歹啊，这有原因个啦，就是伫个蒋介石国民党即帮人攻击。好，拄啊对日抗战拄啊了个时阵，咱拢知中国甲美国个感情阁袂歹，因为对日抗战成功迄时，中国人民包括美国人民拢咧庆祝啦。哦，啊，咱即个台湾甲日本拢咧哭，啥物款个原因？因为咱战败啊。啊，咱战败了就准备要用占领。啊，占领时，这个马卡塞一般命令之后，就叫蒋介石去占中国甲台湾。哇，啊，搁越南。啊，你知影蒋介石的国民党，即人讲即帮土匪啊，你知影去占中国、去占越南、去占台湾，都发生什么款的代志？你知无？抢劫甲杀人，抢甲台，伫中国国民党啦，部队入去接收的所在，差不多拢抢劫啦，啊，查某人拢去用中间啦，哦，啊，你若不从的人，拢甲你抬掉啦。国民党入去就是抢甲抬啦，啊，人入去老百姓讲讲安奈安尼，哦，啊了以后，遐中国人民就全部拢哦，你知影哦，全部拢啥，全部拢起来反抗，你包括共产党嘛起来拢甲反抗。哦，啊，搁国民党嘛，伫个做，伫个越南人抢劫，嘛伫个杀人，迄拢真嘞。迄越南内底，今个搁记录国民党，哇，迄批人来阮越南抢啦、杀啦、强奸啦，拢有啦。迄越南嘛有呢。越南的历史课本嘛，你讲这讲蒋介石这帮人拢土匪啊、歹人，
有影啊！啊，伊就派武汉遐国民党入去抢啊！啊，咱台湾嘛抢，台湾成立以来嘛抢啊！啊，你武一个行政长官公署嘛，甲你抢啊！国民党迄时阵十万人伫咱台湾抢啊！啊，武汉二十万人去占过来嘛是抢啊！啊，你若不从就台啊！啊，查某囡仔看假就甲你中间啊！啊，中国大陆嘛安尼啊！国民党入去嘛抢嘛台嘛中间啊！甲恁老师诶，啥物人要互你爱武？结果，因共产党起来造反啦，你知意思无？哦，啊，当然，共产党诶造反背后，伊阁一个原因有苏联哦。你甲战争讲，你甲落，我苏联，我甲你帮忙，你甲落，无要紧，你甲蒋介石落。哦，因为蒋介石国民党即帮是土匪啦，啊，所以吼、哦，迄、那个。共产党哦，才吼叫个蒋介石打算走，才甲拍。啊，后尾咱知影哦，国共内战一拍了了后，蒋介石拢输伊。啊，你知影蒋介石伊为虾米输？你知影不得民心啦，人民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反抗。哦，因为蒋介石这帮人真正很糟糕，咱讲实在话，土匪啊。蒋匪，你行到对拢笑，这拢有影。你今日等于中国去甲问，看蒋介石较早做了偌歹。啊，你若唔信，你搁去越南，你甲越南人民讲，蒋介石国民党因派卢岸来越南做啥？你去问越南，越南人嘛甲你讲。啊，台湾都免讲啊，台湾即马哦有这个转型正义委员会，即马等你调查，迄规个调查出来档案一码呢，迄拢我甲你讲，迄拢还未宣布呢。所以哦，你来个想一个问题啦吼，美军为啥物唔敢伫台湾浮出头面？因为伊若是浮出来了以后，即个问题拢爱处理。蒋介石伫个中国、越南、甲台湾办个赛，我问你，大家拢要来过啊？哦，你个先派蒋介石来甲咱抢劫，啊，这就是美军伫个咱哦东亚拢唔敢浮出头的原因，因为伊犯一个足大个错误。人讲的请鬼摕有单，就蒋介石这帮垃圾人，甲美国哦害甲凄惨落片。我讲实在话啦，今日美国伫咱东亚不管遐尼啊惨，就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我甲研究了，哇，这帮人有够害的啦！你若讲蒋介石迄种人，诶，国民党若搁要来管台湾一件，你嘛来清查个盖落。讲个一挂笑话，遐人都土匪啊！所以迄个时阵，中国人民清查起来，甲蒋介石遐国民党遐土匪赶走是原因的呢。迄越南嘛同款呢，越南较巧，较紧去请啥，请伊的法国回来。欸，法国你较紧回来越南，甲蒋介石遐甲赶出去。哦，人胡志明足巧的，较紧请法国，因为较早这个法国你殖民越南，所以伊讲这后你法国你先回来。我甘愿要让你法国殖民，我嘛歹叫蒋介石。抢劫甲中间，你知影意思无？所以哦，人就较紧甲这个胡志明，较紧甲这个法国甲请倒来，请讲你搁倒来，拜托，我甘愿靠你一命。所以迄个时阵，法国就足讨厌美国，甲蒋介石，啥物款原因？甲你老师的，你来阮越南派200万的蒋匪军，甲你咪抢，你咪甲你赶出去啊！伊甲法国联合起来，甲蒋介石护出去啊！哦，啊，蒋介石鼻也摸下就走，就伫越南走，所以越南足好运的。越南哦，无叫蒋介石抢过手，人是叫你蒋介石国民党你去接收就好啊。接了了后，阮盟军才来分配，结果你拢甲食掉的，真的拢甲食掉的。蒋介石迄个土匪啊，是真的啊。我讲啊，我绝对无胡白讲，你若唔信，你去翻翻中国的历史，翻越南的历史。国兵咱越南的历史，228甲白色恐怖才变哪发生的？安尼是毋是证明讲蒋介石的国民党伊是土匪？啊，这就是甲美军害甲遮尼啊惨的关系。美国若受到这个代志，哇，这个西尾哦，我来讲伊就塌甲冒咧烧啦。啊，这个问题哦，我伊嘛唔知变哪处理啦，因为这嘛唔是伊做的啦。但是是伊造成的啦，你就莫请蒋介石的国民党就好啊。哦。
结果啦，迄、那个中国人甲共产党的毛泽东就堵烂了，因为蒋介石在占中国。过来了以后，大家想想讲，什么人派？干恁老师，你著美国干恁咪派？毛泽东堵烂啦，干恁娘嘞！甲两百万的部队，国民党遐残兵败将组织，甲恁咪杀去朝鲜，甲拍人海战术。做炮威，甲国民党即个唔正经，拢甲你们招掉。结果吼、哦，迄场的即个朝鲜的南北战争哦，和中国人死200万，啊，美军嘛死差不多600万，迄拢假死的。什么款原因？你着美国派蒋介石迄个垃圾人，你去处理中国问题，你予处，你予迄批国民党的土匪去处理中国，干你老师伊都干他笑台尔。啊、所以人共产党甲中国人民拢起来造反啊！哎，越南嘛造反啊，台湾嘛造反，唔是无呢？台湾嘛造反呢，台湾嘛请抓起来要甲蒋介石迄帮土匪赶出去呢。我讲的拢有影呀，所以蒋介石因迄帮国民党哦，行到对人拢无欢迎啦。包括因中国人民嘛反对国民党的原因就伫个遮，土匪啊！啊，当然啦，我嘛无讲共产党就好个啦。哦，大家看，因两旁拢土匪啦。但是伫迄个时代吼，嘛无啥物所谓拍赢人个啦，因为两边拢土匪啦。啊，你若土匪，你若拢无爱讲道理，啊，你咪只好甲你拍，你咪只好甲你无讲道理啦，啊，无变安怎？这有啥物道理好讲个？所以你若一边无要讲道理，另外一边嘛无要甲你讲道理，先拍再讲。哦，啊，所以这个蒋介石的国民党去赶来台湾了以后，继续拍，什么人甲你卖武的？干你都美国啊！所以你美国你占领朝人朝鲜的时阵，毛泽东甲你半腰起腰弯啊！人甲国民党的部队拍去，甲送去朝鲜战争去做炮灰，甲断掉啊！结果国民党的200万大军伫个啥？伫个这个朝鲜战场拢死。差不多拢是90%都灭掉，我这批人我无啊，所以吼、哦、代表中国人对国民党吼、哦，我讲是偌万分的恶，我讲的是实话，国民党到今天仍然可恶，哦，仍然那张臭嘴，规天的嘴拍开就咧骗，他是讲今日吼、哦、加较文明啊，哦，还、啊、有美军的低调，所以伊吼。伊吼、哦，甲剩迄支嘴拢笑尔，啊无啦，较早我甲你讲，伊着穿鞋甲你扫啊。即批人国民党即批真正是唔正经。啊，伫个越南嘛同款。你啊吼、哦，即、這个美军派蒋介石国民党甲你们越南抢劫，甲你娘即条线，你咪要找你算。过来后来着拍啥？拍越战。美国嘛，底下4-5万人，啊，拍20年，你看开偌济钱？你美国后尾到赢啊，偏要懵的，你只好走。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啦，你这个越南人后尾为什么反美？什么款的原因？人家胡志明他们为什么那么讨厌你美国？你都敢派蒋介石去陪国民党去处理越南问题嘛？我甲各位讲的代志拢真呢。人讲的请鬼提药单，就你讲美军请蒋介石这批国民党这些垃圾事，去予越南共抢劫，伫中国阁共抢劫，啊！伫台湾阁发动228，阁继续阁抬阁抢阁骗，再甲你侮一个中华民国台湾这种的，你知影哦？土匪啊，政府，这国际社会嘛无人敢承认啦。所以我咧讲的讲吼，你。美国的心真好，但是你请的人唔对，你着人讲的请鬼条，都请着蒋介石国民党这批土匪，这人都要甲你害啦，生鸡卵无放鸡屎就用啦，对无？一个好好的，叫你这蒋介石国民党算啊规个臭干干啦！啊，你即摆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你来切，你着爱去切中国的卡层，去切越南的卡层，过来切台湾的卡层，你何必靠呢？所以我跟你讲吼，你们美国自己要想一下，谁是 trouble maker 啊？谁是问题制造者啊？蒋介石的国民党，拜托你给处理掉，
蒋介石的国民党骂呀，不要那个中国人民都很讨厌，越南也很讨厌，阮台湾人嘛足讨厌，阮台湾嘛不是介意中华民国，那是无多扣钱压嘞，啊，阮台湾人嘛起来抗议，啊嘛无效，扣蒋介石帮统一拢糟掉去，啊，这拢有影的啊，阮迄个职工台人伊嘛起来讲啊，干那嘛有诶死诶死，倒诶倒啊。哦，所以我跟你讲吼，蒋介石国民党一定要上军事法庭，这些国家、这人民的问题吼，这些规个拢、规个拢消大起来。我讲这些人真正是足妖秀的。你看哦，人美国战后功劳是为啦吼，这个中国人民嘛就欢迎美国。好、哦，人讲的哦，今天一个好好的棋盘怎么完成这个样子？哎，下面人跟你嗨的。蒋介石的国民党啊，害你上惨的就是你困在你边的人啊，迄个毒蛇啊，啥物人害你会着？你边的人才害你会着啦。你吼、哦，今仔去想想的吼、哦，你美国伫个中国、台湾、甲越南，你包括这个朝鲜，奈遮尼啊惨，啥物人甲你害的？我甲你讲，一定是你边的人啦、啊，绝对你边的人啦、啊。就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把你害的啦，百分之一百。我用卡头乌看就知影，讲干这就是伊母的嘛。啊，伊母的你搁甲暗号，啊你死啊！所以你若无甲蒋介石的国民党处理掉，我讲你伫遮搁有代志，你还有事，你搁有大代志。所以你才唔敢浮出头，就是安尼。我今日讲这個，美军为啥物不敢浮出头？蒋介石的国民党造的孽。我袂乌白讲话，我甲调查者啊靠腰，我若人民我嘛反抗啊，我若越南人我嘛反抗啊，我若迄个时阵中国人干你老师，你嘛嘛反抗啊，穿鞋个甲拄掉啊，恁老师诶，我若台湾人，阮迄时嘛起来反抗啊，啊有影真正拢起来反抗，哦啊是阮即个台湾这边是日本的将军讲讲，你唔当反抗，阮替你处理，哦。才好去甲蒋介石讲情，讲吼你卖安尼，我甲台湾人讲，你知影意思无？哦，啊，你用蒋旗带咧台湾，才甲蒋介石国民党请来台湾。哦，啊，我问你讲一个哦，你著互国民党死死就好啊，死死掉到遐遐种垃圾人，遐种土匪啊，行到堆拢骗啊、怪啊、抢啊。哦，人讲诶。好心去做歹代志啊！哦，所以吼、哦，我感觉讲吼、哦，美国咧处理吼、哦，处理吼、哦，即、这个中国甲台湾，你包括越南的问题吼、哦，有问题啦。主要伫咧对蒋介石的国民党，惊甲对，你甲看拢甲你乌皮乌。啊，即、这个蒋介石是你美国饲的狗呢？啊，人后尾要找主人是对的啊，你为什么放那只狗给你们咬？给你们咬一口破伤风，啊，人现在要找你讨，这样不对，不怪你闭起来啊，那你怕的嘛，你也走不去，一般民意要什么人，什么人说的？什么人叫这个，什么人去占中国的？蒋介石啊，啊，蒋介石又请他国民党去占中国啊，靠腰这样赶来台湾，啊，台湾人民也反抗。啊，越南人民嘛反抗，安奈安尼，啊人讲个赤鬼摕好多，所以你上后尾你美国就七只尻川啦。所以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唯一的失败，我甲查查哦，唯一的失败就是即个蒋介石的国民党，迄真正是大失败。甲你看七十年啊，你看你美国伫中国甲台湾的问题，甲你甲即马嘛无解。啊！你个越南，你个欠越南人一个道歉，你怎样意思哦？哦，你哦，这大你拢爱去处理，所以我今日讲这讲美军为什么闭起来？啊，这人讲的畏罪潜逃啦，伊惊啦。迄人我嘛惊啊！干你啊！你咪请的人，甲你咪做这款工课啊！恁老师嘞，啊，这都无解啊！啊，你咪只好闭后边啊！啊，无变安怎？我都唔敢讲啊，就互蒋介石这帮人去动啊，去处理啊，无变安怎？啊，就这个问题就安尼七十年啊，所以吼、哦，
好啦，咱今天进入咱的主题啦吼。那美军步出来台湾的变作啥？好，我今天就要讲这個。啊，因为其实你咱认为美军拢戆的，我跟你讲，美军足巧。我若想会到的，美军嘛想会到，伊无比我较戆。我讲实在话，他很聪明。哦，美军很聪明，他不是笨蛋。我若想会到，伊嘛想会到。啊，我今日讲，我想会到的，我甲伊讲，你若浮出来变啥？啊，咧，你想要处理蒋介石国民党，你想要甲破军话？我讲的代志真正是真的。你若无处理伊，我讲这民怨拢未消啦。啊，你钱赔赔就算，啊，无你要安怎？迄你请的啊，你家己要派蒋介石要帮国民党入去处理中国问题啊，处理台湾问题啊，处理越南问题啊，结果甲处理落，你更加麻烦。啊，你著规矩家己来就好啊嘛。你若要让迄种蒋介石国民党去处理问题，你也家己来处理，你唔当让伊家己处理啦，夭寿啊！请几条单就你讲这啦，你袂使请这种代理啦。你若要请英国嘛，请法国嘛，我感觉英国甲法国这两个国家真文明，你用请伊做代理嘛。哦，你这个台湾，你法国去甲我管一下。哦，啊你吼、哦，这个吼、哦，这个中国你英国入去甲我管一下。哦，你若讲请英国迄个时阵呢，英国等于中国甲中国人是政府。啊！伫咧台湾叫法国干，叫法国干做即个台湾的政府。我甲你讲法是，你今日无即个问题。啊，阮拢即个台湾人，即个即个中国人甲越南人，拢会感谢你美国、英国甲法国。结果你请几提号单，请蒋介石去帮国民党帮土匪去处理中国、处理台湾、处理越南，啊，好拢暴动，是啊。是啊，说是人你讲的，请鬼提有单，就你讲美军请蒋介石来占领中国台湾甲越南所发生的代志啊。哦，我咧讲你听有无？你若唔信，你看一般命令底下，这个美方代表蒋介石去占领中国台湾甲越南，哇，拢出大代志，人民拢起来反抗，啊，拢突然这个蒋介石国民党了以后，佫甲美国拖了，你美国够衰啦！啊，这就是美国今日唔敢浮出来台面、台湾的原因。伊若是浮出来哦，我讲代志就多啦。哦，啊，他为什么不敢？啊，因为有原因的。哦，啊，所以我今日要讲这吼、哦，你来看哦。美军龟缩不敢浮出台湾水面的原因，他为什么不敢？有原因的啦，哈、哦。七十年来，哈、哦，身为日本及台湾主要占领全国，美军不敢浮出台湾的主因，哈、哦。蒋介石中国国民党欺负台湾人太甚，如果美军出头，我相信美军在台司令部将会每天被人民群众游行，台湾及东亚人可真冤、哦、啊，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一228级白色恐怖至今是无头公案，有受害者却无加害者，告美军、哦、228跟白色恐怖这四个啦，这拢无辜啊！这拢精英，社会精英，台湾的精英台，啊，甲你洗脑，甲你灌中华民国的诈骗教育，你即摆台湾人读到拢破，就是安尼。哦，啊，你即个问题，你若美军起来，你敢袂过？干，恁一定过啊！所以呐，美军伫台湾设即个美军司令部哦，我讲咱就过啊，足济台湾人民要过啦。二八那个家属山，这个陈文成的命案啊，林宅血案啊，哦，这单是足多拢要告的啦，这拢会去告美军，我袂甲伊骗，告讲这个国民党甲阮这台湾人欺负啦，这美军你就无用，就甲处理这就好啊，处理这国民党伫台湾办的事就好啊，哦，第二个。中国国民党军持枪抢劫台湾人财产，至今无法转型正义，告美军。国民党过来了，双脚夹一只蓝包走来台湾笑呢，台呢？哦，啊，这嘛有影，这我免讲啊，这人转型正义委员会即摆伫做代志，嘛无在了转型，遐拢伫动，拢伫动。你看，要家己的铜像摕来国防部嘛，伫动啦，有无？你有看到无？这拢真的啊！
对吧？哦，所以你家看，即卖转型正义嘛困难。啊，若美军不行啦，国美军上紧啊！你主要占领全国，你爱处理国民党啊，甲你老师甲阮台人抢了了，对不？规个台湾较好趁钱的，干拢国民党个啊！哎呀，这是闽南个国，100%甲国个啊！你美军若出来，你就强国，你来国民党绑个屎，人就要国啊！哦，啊，搁有啥？啊，即咱过来就台湾民进即波你国个啦吼！70年来，台湾人无国籍、无政府，国家认同错乱，国际社会无人理睬，称为亚细亚孤儿，成天被中国共产党武统恐吓，告美军。狗啊！我台湾人啊，阮70年干的，阮拢无国籍，啊嘛无，拢无政府。阮即摆到底是中国人啊、台湾人，恁妹还是日本人？我即摆阁分袂清楚咧，足侪人拢分袂清楚的啦，真的啦。那国家的认同都错乱，他也不知道什么人，真的可怜啦，台湾人不知道什么人啦，国际社会都没人插，人说的这叫做亚细亚的孤儿，什么人造成的？蒋介石的国民党，那饲的狗啊，麻烦你把狗乖一下好不好？你把处理一下好不好？哦，还有中国共产党，他为什么围着台湾，每天你要跟你武统？干你老师的，你跟你哦，派蒋介石国民党，甲恁的中国人处理，甲你老师的这条线，你甲我讲好清楚。你甲恁的讲好清楚，你国民党反正你啊当的多，你即马走去台湾避起来。哦，安尼就要煞。你的狗甲恁的家，拜托的，你主人嘛爱出来讲一下好不好？人即马对你讲这个问题，你主人出来面对我，你美军出来面对我中国人，你为什么派蒋介石这只垃圾狗甲恁的家，甲恁娘，你甲我出来？人即马就要找你算这条数啊！你知影意思无？所以我甲你讲，你若美军伫台湾补起，我中国人嘛要告。干你老师的，你来派蒋介石国民党甲你们抢啦！啊，所以这美军会向告啊！你知影意思无？啊，这嘛无法度的啊！人讲会请几条，但你就卖请伊嘛。你用请英国、请法国嘛？你的盟军遐尔济，50-60个国家你唔请，你要请蒋介石国民党？你就找死而已嘛，无我要怎讲？哦，所以哦，你甲看，足侪人要告美军的啦。哦，啊，搁第五个，日本国政府北方四岛被俄罗斯占领，偷摸跨海求告美军，伊嘛过来台湾讲，你台湾的美军，你用敢处理一下，拜托。我那片土地我爱袂回来呢。哎呀，你唔爱敢讲诶，你主要占领全国啊，你唔爱敢斗三公诶，你讲要敢主持公道，你咪是怕输尔呢？你咪毋是迷信呢？你知影意思无？我是导航尔呢。哦，你袂用甲规个拢甲咪拖伊啊，吼、哦。所以这日本国犯是人要告咧，我甲你讲，伊诶人民嘛要告咧。讲阮诶国家，阮遮一寡拢叫俄罗斯抢诶，无变安怎？哦，啊，搁有一个啊，真嗨，就是南北即个韩朝鲜半岛无法统一，爱买跨海过来讲，看你即个美军会用敢斗相共？哦，我即南北韩无只有统一呢。啊，你讲南北韩为什么他没有办法统一？即、這个阿强啊，即个人阿强啊讲，啊，你即摆中国问题，你派怎个就叫啊？你什么意思？你嘛，阮一个交代者。你法律上，你也阮一个交代者。哦，所以我下一个结论，相信台湾美军司令部前将会站满了寻求美军维护法理公道的人民，这就是美军你惊的所在。因为美国拢讲，阮这个国家是法治跟人权，哦，我们是依法行政，哦，我们是尊重人权。安尼好，麻烦你吼、哦，你照顾一下中国跟台湾跟越南的人权嘞。哦，你迄时派。蒋介石去吼侵犯中国人权，侵犯台湾人权，侵犯越南人权，麻烦你处理一下。你讲的人权嘛，你讲的法治嘛，依法行政嘛，这你派蒋介石的国民党去抢中国、抢台湾、抢越南，麻烦你给这些人讲道一下，这些人拢要告啦，我跟你讲，
拢要甲你美军告啦，啊，即个无法度诶代志，你著放迄只狗去乌白人家，迄只垃圾狗啊，哎，你饲诶呢？所以人讲蒋介石诶国民党是美国帝国主义祖国，这不是乌白讲诶呢？人毛泽东一直咧骂，一直咧骂，伊若骗啊骗啊，写了蒋介石国民党，吼，迄突然甲彻底啦。我才知影讲吼，为什么毛泽东咧讲即个美国帝国主义祖国，蒋介石？哦，我才知道伊咧讲这個意思。哦，原来是安尼，所以我跟你讲啊，哦，毛泽东讲的在某一部分也没有错啦。哦，你这条给你们派蒋介石，给你们处理，干你老师嘞。我若中国人，我嘛一个玩，一个玩具。你为你，你都遐尼啊济国家，你都偏唔派，你都要派蒋介石帮土匪。你敢唔知影蒋介石国民党生做啥模，迄个模样呀？迄个土匪啊嘛。啊，即个你看，一个人讲的，你会赢，博较输伊就即种诶。人照你讲，即个对日抗战了以后哦，我讲相信中国人民甲即个啥物台湾人民拢爱足感足爱足感足感谢美国，安内变到后变到后尾，特别拢讨厌美国。啊，即拢是原因诶啦。你著派蒋介石的国民党麻烦你行行好，处理一下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华民国哦，即批足。就垃圾小烂，哦啊，这就是今日讲来讲，美军为什么伫台湾，伊是主要占领全国七十年，伊都唔敢浮，都唔敢浮，不敢浮出台面的原因就伫遮啦。伊会到蒋介石国民党出去共乱教啦，啊，即卖人啊浮起来了，大家拢要爱背啊，哎啊，你唔敢背一个，你饲个狗，甲你咪教呢？我看你要安怎啊？所以我就讲话讲。你若美国要处理这个问题，一定要开军事，我定期要台湾处理蒋介石的国民党，甲伊的中华民国。你即个名真正袂老，你个你这个问题，佫下一百年了以后，你的成本会比今个佫加一百倍，甚至要发动足大战争才能处理这个问题。啊，这个罪魁祸首的元凶就是蒋介石的国民党。你甲看你越南甲韩战落去啊！你十一万的美国的青年死在那个战场，你今天有给他们一个交代？啊，你为什么那个青年你要去死？你就为着蒋介石的国民党，你就是处理了不好嘛？你就饲你只垃圾狗出去跟乌白家，啊，人现在要找主人啊，啊，所以人打狗连主人继续给你消落啊，给你一个教训啊，你饲那只垃圾狗啊。饲嘛，饲较好，饲较有新模样诶。啊，饲一只小狗、垃圾狗，啊，出去共乌白人家。嘿啊，啊，这就是原因哦。所以就是，其实人美军嘛，家己知影，即蒋介石国民党，哎呦，臭狗狗啊，偏来讲到伊拢唔敢讲，偏来讲到中华民国啊，即我歹心情啦，卖阁讲，卖阁讲中华民国，不要再讲，不要再讲中华民国，不要再讲了，你知影意思无？所以这个是中华民国吼，人啊美国讲中华民国，你卖阁讲啊，我你就叠加，因为你讲再说都是眼泪啦。啊，讲咧，美军嘛家己变目屎，啊那迄阵子啊那迄阵子请济啦，哦啊，所以我咧讲诶，即卖美军嘛足衰小，你知无？扣这个啥物？迄个蒋介石国民党害到今日，我咧讲啊，其实今日美军嘛足衰啦，我嘛。就东京美军呢，我讲实话，我很同情美军呐、啊。好、哦，但是无法度，这你的法律责任，你迄个时阵请蒋介石国民党迄批垃圾侠，你看甲中国越南甲台湾，你看处理了安怎？你家己扪心自问，问题在哪里？哦，你若做一下研究，像我做一下研究了，哇，蒋介石国民党夭寿都白黑啊！哦，所以。你若要处理亚洲的问题，第一刀流的就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应该处理掉就对了。好、哦，这我下来结论，你先处理它，问题就有解了。问题就解，迄刀流的是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华民国迄个头壳破了，先砍了再说，砍了你就知道问题了。嘿，啊，过来就是，哦，你就看要哪赔嘛，你讲讲安尼就好啊。哦，啊，大家钱啦，本来就当无看到，啊，无变安怎，人就死啊！你像迄天安尼啊，迄个对无？
出轨意外，迄大家拢歪啊，啊，就四五十个，啊，无变安怎？钱赔赔啊，无变安怎？听讲一个赔三，一个赔3000万的呢。我看你美国要哪赔？你要哪赔台湾？你要哪赔中国？你要哪赔我啦？这我都唔知啊。这就是今日我咧讲的哦，美军哦，伊唔敢伫台湾布头的原因之一啦，之一啦。但是这就是哦，造成伊唔敢布。伫台湾才步出头兵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蒋介石的国民党，好，我甲你讲到迄批人哦，有够讨厌，真正是哦，请鬼摕号单，你着别项唔请，中国的人迄个时阵有6亿，你着凊彩哦去路的吼，去迄个上海的路啊，凊彩甲救救的，我互你做中国官员好无？恁去做中国政府好无？你着凊彩去拉夫。你著凊彩扭扭的，甲租一个中国政府，我甲你讲，嘛袂像蒋介石国民党遐尔烂。对无？你著凊彩去路的扭嘛，去中国人民啊，甲扭嘛。来，你有要租中国政府，拢来。我即摆你个性派代表来，你知影安尼就好啊嘛。你著中国人民去租嘛，人凊彩租嘛，比即个蒋介石国民党你租较好。国民党迄批土匪啊，入面就抢劫啊，啊你若不装，就杀人啊。迄无怪人民拢会反抗，哦，所以人咧讲个哦，蒋介石国民党哦，美国帝国主义的祖国啦，生鸡都无放鸡屎有俩，哦，麻烦你美国醒醒后，家己个头扑落来啊，迄种个袂老个啦，迄规工就一支号消息，国民党蒋介石中华民国规工就骗啊，啊无就台啊抢啊，迄种唔正经个呢，哦，好，今天到这里。哦、跟你讲，美军为什么不敢哦，在台湾较紧补出来？嘿，我跟你讲，那是因为哦，这代的原因啦。我你讲的拢真的，这我的研究。哦，我朴素，我的研究拢一流的，这就是原因。嘿，所以我跟你讲，嘿啦，我跟你讲，蒋介石国民党中华民国头入落，那都未老，你听无？哎，拢卖跟你害的。我跟你讲，什么人害你的着？跟你困边啊，才害你的着啦。规工甲你开会，即我甲你讲啊，规工甲你开个，甲你对面个，迄只害你会着啦，害你会着拢你家己人啦，100%啦，小心匪谍就在你身旁。我甲你讲，会害你美军咧毒死你边个啦，你啥物人拢卖信任，你干呐看伊做个就好啊，迄支嘴大家拢会晓，即摆看伊做个，他在干什么？他干了什么？蒋介石的国民党干了什么？就是我今日讲个只，你为啥物今日遐尔衰笑？你都吼、哦，明明足公认诶，啊，今日变甲遮下衰，安尼躲躲藏藏，缩头乌龟，啊，啥物人甲你害诶？啊，你爱找源头啊吼、哦！好，今天到这里吼、哦，谢谢各位。